be a very important year. And I think the Harvard China Forum is one of those possibilities that allows people to make connections and build bridges across the ocean, and also to help address some of the bigger questions that are facing both countries at this time. 哈佛论坛在过去的基础上成为北美，成为全球关于中国问题，关于世界问题最著名的一个论坛。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这种交流，让大家呢真正有个机会呢，大家能够互相听懂对方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中美关系的前提。我也希望呢，今年的论坛能够真正凝聚双方的一些共识，正视面临的一些挑战，为中美关系今年的发展，今后几年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也让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对中美两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学习更好，将来有更大的成绩。中国论坛能够办出新的这个特色，能够成为中美两国友谊和关系的重要的这个平台和桥梁。那么哈佛大学作为一个国际的大学，应该这种充分的发扬我们这种包容这种学术的这种特点。非常希望我们哈佛中国论坛能够在这里边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哈佛大学和哈佛论坛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个高端的交流平台，我希望哈佛论坛能够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定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祝哈佛论坛越办越好。有价值的观点与最优秀的人分享，影响最长远的一个进程，我觉得这是我参与哈佛论坛几次下来的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印象。未来会通过哈佛包括海外这些学子，会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呢更加强大，让全世界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得到益处。当年我们创立第一届哈佛中国论坛的时候当时初衷之一是增进中美双方的交流沟通，对各自有更多的理解。那么在23年以后今天我觉得这个又到了个转折点了。这哈佛论坛呢这些年越办越兴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力也很大。2020开启的一个新时代里，哈佛中国论坛也可以不断继续的去自我创新，不断去自我超越，一起不断的去创造更新的一个未来。祝福哈佛中国论坛 Harvard China Forum 哈佛中国论坛哈佛中国论坛哈佛中国论坛越办越好，圆满成功，举办成功。